好，我们来看这一题。他说如这个图啦，哈 ，OEA 这个是十公分，是十啦。哦，这 OE 的半径是十，那 O 的半径是十七，那 AB 哈，这是公旋 ，AB 是等于十六。好啊，问那个连心线是多少？我们看哦，这个 AB 的一半就这一段哦。因为 AB 是等于那个16嘛，啊，所以这一段应该是8，那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啊，所以这一段应该多少？应该是17的平方减8的平方，那17减8是9，哦 ，A 平方减 B 平方，那17加8 25，哦，所以给它开根号是3乘以5。所以这是15，那这个我叫 C 好，那这样 O 2哈 ，O 2 C， 这是等于15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 O 1 C 多少，这是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所以 O 1 C 哈，这是等于根号多少呢？10的平方，它减掉8的平方，哇，这是6的平方了，所以是6。所以 OEC 是 6， 我这是6。好，然后刚刚这个是15，所以呢 OEO 连心线哦，这等于这个加这个6加15，所以是等于21。